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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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a. ¿Qué? Oh, 光看这个关卡哦。 我想应该是这光转木是一个重点啊，光转木，哦，光转木，因为它把光转木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变得很多木，所以一开始就要给它这只干掉。哎，我认为是这样。哎呀，没干掉啊！求大了，求大了！哎，这叫什么技能啊？ 木转光脚，了解，应该是啊。我看字面上意思是这样。哎，哎，好，如果天降，基本上右边那个就会处理掉了。 过来，哎，甩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甩珠哦，哦，就是你要运用它这个技能来做一个除技能的动作哦。Turn Earth Redstone into Light， 哦，就是木转光了，又不解释。不过这时候不要急着开，哎，我个人是不急。 所以我说要善用他的技能是有道理的，有些人过不了，他可能是太急了，直接把他转过去把他 KO 掉，我再猜啦。你要等那个不是很多的时候再来转，哎呦那个嘞，太多的时候转是两次都被你 K 掉。有没有天降啊，直接给他吃下来，因为我这只那个光珠掉入有加成，有没有省下来了，多好啊！ 上来，一灯蒙蒙打，手转太差，很难打，真的假的？那糟糕，那哦，我手转很差哎，我会不会有点难打？我个人是一样是拼一个天降啊，我不想开技能弄他。 有没有很多光珠啊？所以做一点叠珠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还蛮有机会让它掉下来的。嗯，要这样玩吗？再来漂亮，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？ CD只有5了，看你想不想省啊？我个人是有点想省下来。什么？电脑就要当掉了？糟糕，我看不到实况。我看一下。我看一下。终于会叠出了，这么厉害啊！ 这五天的官方队伍刚好这星期五要加倍的卡，这是你第几位发现的吗？啊，这样你才会抽卡才有意义啊！<笑>对，这样抽卡才有意义啊！哦，不过它展示归展示，我们要不要用还是另外一回事啊？不一定一定要转光啦，我认为是这样啊，我还没看后面的关卡啦。可是我认为不一定一定要转光啦，因为这对光北欧有加成，所以它的那个。 光珠掉落会增加，你看掉很多。哦哩哦哩，哎，没看到，失误了，没看到，哎，有，我有看到，不用失误就不用喊那么大声，等你没失误你再喊我，我相信我会比较乐趣一点。 为什么光卡开了？啊，因为我跟小叮当借那个时光机啊，我不是有写在下面吗？但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每次都哼到流浪到淡水嘞？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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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天降光珠哈，啊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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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没有哎，若朱莉有感啊，一定有感。再没感，其他死因在这个关卡出来是很不好看哦哦。哎呀，在这种关卡出现其他死因是不太适合的哦。后面就不晓得了，我看一下。第三关有点吃运气耶。第三关它有400多万，等于我们要打4000多万的意思。假如弱化是要灌过去的话，第五关又低属伤剩10%，低血高连击，真笑哎！哎，不好怕呢，不好怕呢。哎，啊你看开是真正该拍怕呢。我先把那个我不可当掉了，等一下。怎么这么早开台？因为跟小一张借时光机啊。Rose Rex 是不是？应该是这么念吗？我们的干爹哈，那个你那个，哎、欸，我有记错吗？对你那个讯息没有留得很完整，我不知道怎么把你拉进群的啊。如果你一直就是没有要进群的话，也没有关系啊。如果有要进的话，你帮我留下你的资料，因为你资料就是我要拉群的资料，你没有留给我。第四关，对、啊，第四关看起来就是用光面的技能是没错啊，看起来是这样啊，看起来是这样、啊，哎呀、啊，但是关键好像不是那一关哎、欸，是第三、第五、第六哎、欸，我看起来关键是三五六哎，等一下哦，我那个断掉了，又在弹讯息，这是大拼独盾哦。那个轰六有告诉我们的哈、哦，那个第五关哦，靠专属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留一点给我，留一点给我，对，留一点给我，好吗？嗯，这 CD 九。为什么不能把它转属？西地还没到吗？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不行、啊？这好奇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能转属？奇怪，我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米奇姐、啊。哦，假如像各位。如果卡牌资讯看不到，有没有？有，跟各位分享个小诀窍，去看你的图鉴。只要你有打过的人，他就会出现了，有打过的啦。是这张吗？不是啊，不是这张啊。有人可以告诉我他是几号吗？他奶奶的，我是记错了的。有人可以告诉我这张卡牌是几号吗？这个家伙，他是几号啊？控场。哦哦，双控场是靠北边走，我喜欢奇怪。转木而已，木那么少。
哎，啊，球大。还有一次机会的意思，转。哎呀，斜转没过去哦，不用担心，我一定应该是够了。第三关啊，攻击弱化剩10%，五回合。不一定是下一关用，一灯这一关也是可以用。十二，流星，流星，关键是流星。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？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。Oh yeah， 所有孤单的、寂寞的夜。下一关要五回合，小姐，敢下一关要五回合，求大了。哦，是冷是不是？哦，敢撑五回合，我下一关撑不到五回合哎。我觉得一灯是要在这一关用的，因为看到那个数字就是不用看了。对啊，1000多，我那样补不回来啊。一定有人现在 要问我说啊，下一关怎么过嘞？我在思考下一关怎么过的问题。这样补 还都快补不回来呢。妈呀，根性啊，好一根啊。一灯看起来不像在下一关，是在这一关开的，我自己觉得啦。压血哦，基本上应该是妥妥的啦。我认为一灯是在这一关用，不知道各位的看法是什么。流星啊，流星就好，其他都消掉。弱化，靠，无视控制技能，我的
老师哎、欸，干自产无视公司技能，干我忘记了。操！干这不是靠我的转租吗？对啊，这不是在考我转租吗？哦，这个叠租了，阿尼阿威，怪不得人说他打了很多次打不过。Oh my god， 哎，这真的很难过哎，真的很难哎，真的非常难哎。真的非常难呢、欸，真的很难呢、欸。我讲真的，真的很难呢、欸。这不吃一点运气没办法哎、欸。OK， 定点转光，光转心，敌主伤剩10%，还 OK 啦。留一下攻击珠，留一下攻击珠就好。新珠可以不用留，没关系，再力送。真的蛮难的啦，我讲真的啦，这一关有点奇怪到、啊，干我刚新珠掉了也不算少了，对吧、啊？一灯刚在第三关开的，不是在下一关开的。我是想要一波带走，我想一下。应该是可以。叠了一个猪哦。开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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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光妹哦，光妹就是第三关要开啊，一样哦，这烤叠珠的哦，暗珠不用消没关系，没有没有。你老师他妈消掉，错节流他妈想不出来。我讲你们手啊，你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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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哦？他没有低血高连击，1000多万。我思考一下，转木，我可以先看一灯补血了。因为我要拖一下技能，我要让 版面弄的是比较 我理想中的版面，最好是暗珠消光光啊！我希望是暗珠消光光啊！怎么觉得好像是一个好机会啊？干，我整片都是哎、欸，靠背，我太多了。
这边有一灯，我真的是可以磨了，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为什么在这边磨之类的。哦，叠珠哦，看我每天都玩叠珠，不是我想玩，是他真的设计的都是要叠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设计没就是要叠啊，叠这样啊。嗯，看一下哈。怎么跟我预计都不太一样？我这样就磨六回合这样，对。哦，叠珠有点不太好叠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现在整片给我按是怎样？差不多了哈。这个不能削到你。哦，珠子全部被弄光光的意思就对。我现在看哦，不行，一定要开。好吧，各位，给我一波漆吧，刷擦捏捏的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咱们来一下吧。一波气给它撸过去哦，5+4哦，可以做1、2、3、4五 combo， 对，漂亮漂亮，就是那样，画面看不到，看不到画面，完全没有画面啊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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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，漂亮，漂亮的一波棋，漂亮的一波棋，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哎，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，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